Hi everyone，大家好，很开心受邀。那我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专案负责人，今天有20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些重点的发现。这个报告是严重的宏观全球风险的年度追踪，重点是加速。去辨识和了解经济体和社会所面临的关键全球风险，确保自己我们可以为下一次的全球危机做好准备。那需要注意的时候，那需要就是了解到全球风险的范围、经济、社会、环境、技术和地缘政治风险。这些风险都有可能是会在全球里面影响到全球 GDP、人口和自然危机源。那在1年、2年和1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当然也有1200多位的专家，来自学界、政府、国际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和企业。在我们进到全球的前十名里面，先总结一下最重要的一些收获，这些也都在推动我们在全球看到的一个状况。那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风险是相互关联的。要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些风险不是单独存在的，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可能在世界上某个地方，在某一个风险领域发生的事件，经济的脆弱或者是内乱等等。那当然了，就是有多种风险在波动的时候，多个领域都在增长的时候，多重风险，这些相互关联的风险都会一并触发，也不会加速。当我们在这样思考的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要想到说，它们的相互的作用在未来的10年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因此也到会提到第二部分，也就是所有的几个大的结构的趋势，推动了这些风险，包含我们正在面临的，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严峻的地缘经济条件。那这样子，地缘政治局势里面更缓慢、更长期的转变，可能也是带来我们经济中相对快速的变动。那这部分的特征就是以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时代可能是会终结的，在未来的2年里面，经济的顾虑也会显现其中，在可能在以国家数量的排名来说，第一名的风险也是在90%，在2021年显著上升，在89个国家位居前5名呢。这样的数据是来自于去年4月到9月对121个经济体的12000名商业领袖所进行的调查。那也当然会反映出当时的偏见，但也表现出我们专业团队预期的通膨的压力会持续下去。当然，就像是台湾跟其他地方相比。是否会有这样子的影响？我们当然是可以看到，
利率还是是负值的，而且可能会有一些升息，那也会一些顽固的一些供给端的因素，导致通膨居高不下。特别是说，我们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的低，和信贷紧缩的情况更是如此。那对于央行来平衡价格和金融稳定来说，更是创建出一个特别紧迫的一个情境。那当然，我们也有看到金融系统也会出现一些断裂或者是压力的问题。那在台湾，大概是未来几年大概是2%左右。那整体来说的话，在今年和明年，发达经济体的水准大概是会到1.3%到1.4%左右，所以我们不得仅会看到低通膨和低利率的结束，也会看到一些低成长、低投资的时代的开始。那国际货币基金在春季会议上面表示，他们也看到说，这也是1990年来最疲软的全球经济中期的前景呢，所以在地缘经济条件的地缘政治方面，权力慢慢扩散到，政治和经济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那特别是在前五大风险中，的相关的一些风险呢，特别是像在台湾这边，也就是。地缘政治动态的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上面的作用，可能会有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在未来的2年和未来的10年都会在全球里面发生。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一些，可能会是比较努力的，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经济的一个对抗的目标之一哦，然后希望能够去达成一些主权的问题，那同时也会看到说，就是一些像 IP 啊或技术。或者是资金的一些外流的一些可能性，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可能说，在一些比较更为策略性的一些领域，在过去以前，看到的一些现象也会慢慢的一些拓宽，延伸，然后也看到一些经济上面的冲突等等。特别是像是能源转型，在我们的经济的上面发展上更是如此，包含像是锂矿的车子等等，或是这些问题，所以你会看到说更多的国家干预更多的产业，更多的全球产供应链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干扰。可能是重复的投资、平行的创新，也可能会有更多基础的投入是会受到国家所施加的限制等等。那也因此你会看到说，可能是价格的波动、通货的膨胀，然后影响到价值链等等，这些忧虑也会反映在前五大的风险排名当中。在这样经济的冲突之下。我也可以去测试我们的联盟，在有些情况下，有些政策可以强化集团，因为经济和安全的联盟可能会比以前更加的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其他措施也可能会削弱现有的联盟，推动这种向下沉沦的状况。你会看到经济状况走弱，在世界里面更加分裂，合作更少，更加的。内向的时候发生，所以地缘经济动态会加速许多其他的风险，特别是，两个部分想要特别提出来。第一个是，地缘政治上面，政争的本质上不会停止在经济上而已，
根据我们的专家的观点，在国际冲突在未来2年或10年内都可能不会进到前10名。在地图上你可以看到说，这些经济的一些冲突其实是非常的高涨的。那在私部门在推动的一些新兴技术的进展，人工智慧、量子等等，在未来10年也可能会强化的军事的力量，然后破坏长期维持的一些安全的态势。那军费的开支也会水涨船高。那也因为这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我们也会看到说，在全球风险上面会更有些问题，然后一些信任的恶化，然后在全球强权之间，也在多边进程上面都会缺乏一些规范和控管。我们也会需要在全球协议和快速反应上面和执法的共同进展，来防止更大程度的上升和恶化，特别是像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可能会升级为更加有针对性的相互破坏。所以虽然不是前10名，但是另外在经济面的话，可能会是，地缘政治状态可能会影响到债务的动态。在跟其他很多的国家来相比，组成债务不是问题啊，但是放眼全球的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世界公共债务负担将会在2028年前赶上全球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这不是很永续的，可能也不是很可能也很有感染性，可能也很难去在重组上面合作，然后去大幅减低债务，那也很难去提供援助的融资，而不是贷款等等，那也可能比较没办法取得优惠的一些融资等等，那就会很不稳定。所以因此我们会看到，可能会看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可能会出现债务的困境。所以，即使我们会有软着陆的状况，资本成本也会增加，债务成本也会增加，那也因此财政空间会减少，政府在长期上也会必须要有更多的取舍。所以，投资的优先等级会降低，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也会缓慢的衰退。所以，社会动态和极化等等社会的风险也会让政治家优先考虑当前的支出，而不是寻找摆脱这些长期风险所需的长期资本支出，特别是在健康和教育上面投资和绿色转型等等。最后一点呢，今天去今天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今日的危机可能会助长明日的灾难，所以可能我们会很努力的在去避免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金融危机，那解决通货的膨胀，然后想办法去，但同时要面对经济的衰退。更多的一些危机的管理资源和工作被自然灾害等等所消耗，所以在这时候特别的重要，特别是数百万人的生命面临危险更是如此。但在现今的一些地缘政治的条件上面，风险是很局限的，集中在资源上，可能像是极端天气的一些事件，直接和间接的和不局部的影响。而未能解决根本的原因，所以财政的一些资源衰减，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些优先排序。那也因此可能会去牺牲一些其他风险的应变，例如说军费开支的增长，可能会是去牺牲社会和环境的一些进步。那特别是在环境的部分。我们这样子绿色的转型，在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还在努力从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世界经济里面做一些绿色转型。
所以我们在考虑潜在的取舍、灾难的复原、损害和损失的议程上面必要的测试和对未来的气候的一些防护，我们可能也会牺牲掉气候减缓活动上面的进展，来减缓气候进度的一些进展。那就像刚才所说的一些12000名的一些领袖，我们也会看到说在中长期上面的话是会有一定的一些问题。那特别像是在荷兰这上面更是名列前茅的一个危险。那很可惜在未来的2年里面，气候变迁的减缓的总体趋势不太可能可以加速哦。所以其实它一直都会是在我们的前10名的重大顾虑当中。你可以看到在这绿色里面，在未来这10年里面都会出现的，然后必须要去调试在这段期间进行相关的调试哦。那风险认知基本上有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实际带来的风险，还有就是你要去了解说这个风险的理解程度，可能是它的一些资料等等去看了解的部分，可能像是包含过度强调近期的一些经验和最新的一些资讯，这是我们用现有的资料和专家做进一步的咨询来检验这些看法的原因之一哦。那特别是在环境风险和的排名当中，是在未来过去10年显著的上升，也反映出这些3大要素，包含像是对这个问题所付出的资源和关注、问题的急迫性，还有更加了解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风险。那了解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就是这些风险之间的关系，也就回到我们多重危机的概念。例如说生物多样性流失和它就是它就是前十，那和生态系统崩溃也是恶化最迅速的风险之一。那也是显著的一些上升，特别是在未来10年里面的话，可以说是显著的认知上面显著的上升。所以也可以体会到说自然的损失和气候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那这个风险是很好的例子，可以去了解说我们把资源从中长期的风险转移出来，可能会造成灾害性的后果。但是没有显著的政策的变化或投资，气候变迁的冲击、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有粮食安全和自然资源消耗之间的一些相互作用，可能都会加速生态系统的崩溃。那这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威胁到气候脆弱的经济体的粮食的供给和生计，然后加剧自然灾害的冲击，然后也会缩限我们在减缓气候变迁方面的一些相关进展。那全球风险的局势异常的复杂，但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样子的相互的关系，然后来让我们自己更能够去想象这些任何的风险的潜在和连带的影响，其实也是会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以上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去了解大概的一些风险，谢谢。